啊，有心思就爱讲啊，人讲一嘴干亲戚，我咧讲哦。阿娘呀，那你拿谁心爱啦？靠腰你啦？不行啊，你尊重，你这个做你这个没用。无啦，我咧讲，查甫人就袂安尼，你若我一个阿兄，哦，嘛是种形体。哎，我咧讲啊，咱是因为哦，伊咧计有水灵啊，一寡因素，所以才变成安尼啦，你知无？想着要叫水灵姑娘。我感觉就想，那你现在就讲呢？没啦没啦没啦，放心吧，你个人念咪就好啊啦，你管哪地啦？真是死头！我把你做到听到啦，秋翁，再说你多好，真的是最受欢迎。你要救命啊！是安尼生啊，失恋期间，咱初初见面，看你急急忙忙要离开，其实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讲，唔知道，敢会用